马六甲动物园坐落在埃及勒，这里被视为马来西亚第二大的动物天堂，还号称为马来半岛其中一座最好的动物园。这里占地为54英亩。动物园内拥有超过450种丰富的动物种类，这里容纳了大约1200只动物，如鸟类、哺乳动物、鱼类、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等等。动物园内野生动物及家禽种类繁多，这动物园成功地将人工及自然环境调和在一起，为动物们打造了一个接近自然生态环境的家园。到访这里参观，大家还可以与野生动物在开放式的自然环境内自在地游荡。动物园内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免费表演秀可供观赏。在开放时间内还能体验给动物们喂食，如大象喂食秀、美乐鸟类表演和小白虎表演秀等等。这里还提供了乘坐游园车探索园区，非常适合一家大小一起互动同乐。而到了晚上，探索夜间动物园也是另类的体验。乘坐着游园车前往热带雨林区，欣赏动物漫步在开放的自然生活环境里，在夜晚观赏动物们与白天不同的生活习性，如狮子与老虎在夜间时灵敏活跃，有机会可以看到它们猎食的英姿和感受大自然神奇的奥妙。这里也展示了一些模拟恐龙，在夜晚加上灯光的配合，显得非常的逼真，仿佛进入了恐龙世界里。家长们可以在周末或假期期间一起陪同孩子们到访参观与互动，让他们度过一个难忘又有趣的野生动物之旅吧。